前段时间，泰国的头号男偶像马里奥来到了成都，顿时在我们成都掀起了一股泰国风。而趁着这股旋风，今天又有四位泰国的当红明星来到了这里。朋友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我们是在成都的锦江宾馆。那由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举行的泰国明星来到成都的一个见面会呢，是马上就将在这里举行了。受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邀请，四位泰国当红明星来到了成都，他们的到来也成为了这次泰国风情节上最具亮点的活动。据了解，四位明星现在在泰国非常走红，是泰国青少年追捧的偶像，而他们的魅力似乎也不仅仅只是在泰国范围。四人虽然是第一次亮相成都，但也已经在成都拥有了不少的粉丝。大家好，我是德胜。大家好，我是许霞。大家好，我是董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李。据了解，此次四位明星主要是来宣传泰国的电影文化，同时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发展。成都电视台记者吴静刘航为您报道。